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跟粉丝已经见到面了。现在在我左右边的这两位就是我的粉丝，然后请粉丝们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信文，来自新北。我是绿柔，来自宜兰。那我是品浩，然后来自南投。其实我今天站在这边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粉丝互动。但其实我有看过你们就是在就是贴文下面的留言，然后我其实真的蛮感动。我知道他们一定很紧张啊，但就是期待一下等一下会玩的游戏这样。那你们今天现在来到的地方是跟老师的风水教室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你好。那你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吗？月饼吗？冰皮月饼。冰皮的月饼是这个饼不需要经过烤焙。啊，没事，老师。你刚刚是老师做给我们吃吗？你要做给你自己吃。带着粉丝一起做。好，那就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很顺利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来做月饼，那我还是要先问一下粉丝们之前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，就是自己亲手做月饼。那我小时候校外教学的时候。校外教学很久以前，就是差不多多久以前？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是高中毕业。对，国小。国小的时候，然后有做过月饼。那我没有老师。对，那完全没做过。完全没做过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是完全没做过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麻烦老师就是教我们。其实冰皮月饼啊，这个饼皮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全部先把它拌成面糊，然后面糊上锅去蒸。那这里要放的东西呢，糖粉、糯米粉、低筋面粉，然后这边呢把炼乳放进去，这个是奶水，还有一个植物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可以当神队友。刚刚第一个步骤是。就是先把这些都倒进去嘛。哇，找对人了。好。锅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放到蒸笼里面去蒸。那我们也不要浪费这段时间。介绍一下，节奏游戏三战两胜，胜者可以得到品浩的公主抱10秒。准备，开始。开学要准备的东西。好。Tempo 游戏 ready go。那需要准备东西。铅笔。课本。铅笔盒。水壶。书包。黑板。板擦。零食。手表。饮料。学费，是。发现你厉害，他们都很强哎。那我们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开始。Tempo 游戏 ready go。想跟苗做的事。牵手。打篮球。运动。拍照。吃饭。想知道什么吧？你们要做什么吗？我差点说睡觉。因为吃饭睡觉。但是这个答案我喜欢，我们再一次。我想知道你想跟他做什么。Ready go， 开跑游戏 ，Ready go。壁咚。运动。喝咖啡。游泳。喝饮料。打篮球。唱歌。看电影。绑鞋带。打高尔夫球。讲电话。你想哭吗？你是不是在让？你是不是在让？没有让，我没有让。你是故意在让？我刚刚是在想，到底想可以给你做什么事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最后还是以刚才的胜负。就一样，我们三个赢。我们三位，我们准备奖励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奖励时间。好。刚刚奖励是公主抱，然后就好。结果好。给粉丝数吗？我们让静文自己数。真的吗？你念出来。有在数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
九十。好。很快哦，好了。你要数，你要数，你要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好好好。他比我还快。小心。谢谢。他比你快。好，结束。我们这个是蒸好的饼皮，倒出来之后啊，我们就开始把它搓揉，让它能够变 Q。那我们要揉到什么程度？揉到它变成比较光滑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几块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天然的色粉，然后加一点颜色，然后继续把它搓揉到颜色能够整个吃进去。那有彩色的吗？你可以试试看，也许你的粉丝会愿意。我不敢，那粉丝比较有爱呀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是加你们要的粉。好，这里。老师像这样子光滑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对，分成四等份。感觉他那个很苦，感觉你的很苦。那等一下可以抽奖抽这个很苦的抹茶口味。我觉得他那个应该会想给你吃。应该差不多。嗯，很漂亮。我们现在都揉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你还有任务，所以我们先进行任务。任务呢，就是吃饼不求人，无肛肠而 PK 玉兔子，蒙眼喂食。好紧张。我也觉得很。一，开始。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你不能抓大白眼，抓大白眼，好啦。哭了，等一下。好，你慢慢吃，你慢慢吃，你好，跟我讲，慢慢来。我觉得我会赢。我还剩下几颗？哇，五颗，我还剩。还五颗，快快快快快！完蛋了，要吃光吗？还好吧，给我。还有吗？没了哈。没了，没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没有没有，继续继续。没了没了，没有。好。谁？我啊。啊。我刚刚尝了一颗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地上我多两颗。真的耶！对不起啦，我不知道吗？好好，我们先玩，那我们交换下一场。我们要赢，不能输。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对对对，你好了跟我讲，我再换。睡睡睡睡睡睡，亮亮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先摇完就好，摇完就好，整到自己。我们这组一样是无肛肠的，是对不对？好，来喽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再努力的我们，最后用力给祝福。怎么看你笑着，我却心如刀割。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结果不提好幸福？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。我们怀念什么？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。老师，嗯，那边果冻啊，他是第一次这样子，是好看的吗？你好昧着良心讲嘛，你就是有镜头啦。